有多少啊？阿哥呀，嗯，阿哥有三四十。阿哥有三四十呢？嗯。我的天哪，你这怎么这么多呀？我跟你说啊，阿妹，嗯，阿哥的老家呀，像我这个样子的，那才只有十几个呢。啊，那你村子也不大呀。我村子那阿哥的村子也不小 啊。哎，阿妹啊，那像你这个女孩子啊，像你这样阿妹啊，你们这边有多少啊？阿妹啊，嗯，阿妹有一两百个啊。有一两百个呢？啊，怎么这么多呀？对呀，那不成女儿国了吗？啊，家人们，什么是女儿国？你们这个地方也不大，就一两百个像你这种阿妹，那你不就成为女儿国了吗？不知道啊，家人们，你们说是不是？啊，是的话打个是。嗯，这阿妹这边这说像她这样的，这有一两百个呢。嗯，这是阿哥呀，也才三四十个啊，是不是这跟女儿国似的？哎，你们这你看，好多人都说啊，这是啊，你不知道什么叫女儿国吗？我跟你说啊，阿妹，让阿哥想一下啊，怎么给你形容这个东西啊？这个女儿国就是像你这个女孩子啊，漂亮的女孩子，在这一个地方全部都是，哎，都是你这个漂亮女孩子，那叫女儿国，知道吗？那我也不知道啊。不知道，你不知道，嗯，那你这样，嗯，阿哥给你哼一曲以前的，就是为女儿国专门定制的一种歌曲，嗯、好不好、嗯、啊？词儿我也不会，嗯，我就会哼两句，你听一下，好吧？嗯，这也是在阿哥小的时候听的，啊、嗯。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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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哎，你今年能有多大呀？我啊，啊，那你猜一下。我猜一下，嗯、我跟你说，阿妹，嗯，阿哥呀，从小啊什么都擅长，嗯，就是不擅长猜这个女孩子的年龄，知道吗？没关系，阿哥啊，猜吧，你要是猜对了，中午啊，我带你去我家吃饭啊。哦。猜对了，还能去你家吃饭呀？嗯、啊对呀、啊！我的个妈、那你不早跟我说呀？啊，那你猜一下。那我都好好猜一下啊，好不好？直播间的家人们啊，你们帮一下老弟啊，然后猜一下这个女孩子的年龄啊，嗯，猜一下这个女孩子的年龄，然后猜对了呢，这个阿妹啊，邀请我中午去她家吃饭，嗯啊，好吧、那我就猜一下啊。阿妹，我猜你18岁。哎呀妈！啊！哎呀，阿哥！啊，怎么了？你看我有这么小吗，阿哥？阿妹好可爱的，这动不动就傻笑傻笑。不对呀！啊？不对呀！不对啊！嗯。直播间的朋友们啊，这咱们那边啊，猜这个女孩子的十八那就可以。嗯。怎么这边就不行啊？嗯，大哥，那你再猜一下。这个我跟你说，这个女孩子年龄特别不好猜。啊，你这个，你看，我往大了猜吧。咦，她有点，这个，就是不礼貌。哎，你要猜小了吧，她又有点做作。所以说，哎呀，这我不喜欢。没关系，阿哥。嗯，你看这个空竹啊，说23，还有这个英文，这是什么啊？这。说25的啊，这河北赵哥说20的，嗯，还有说24的，27、28的，嗯，26的，不对，阿哥，都不对呀、啊，你眼力劲也不行啊。那你这再不对，你这我这马上20多岁都说完了，你还不对，你不可能30多吧？我26啊。啊你26啊？啊。别动。嗯。我捋一下啊。嗯。我脑袋有点懵。嗯。26，我刚才是不是说过了？没有啊，没说。直播间的朋友们啊，
老弟呀、啊，刚才是不是说过二十六啊？没说呀啊！直播间的朋友们，我老弟啊，说过二十六的，说过的，你们给我打个说过，给我证明一下啊，然后我给这个阿妹看一下，好不好？那我也没听到 啊。这我说了没有没有啊？直播间的家人们，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我说过了二十六，你们给我打个说过好不好？我让这个阿妹看一下，好不好？阿妹啊，啊，你认不认识字呀？你奇奇怪怪，你不是一个人来的呀？我是一名主播，我现在正在直播，我不是一个人来的啊，阿妹。知道。你看我这个手机啊，现在就在直播呢，知道吗？我跟你说，阿妹，你认不认识字啊？认识一点呀。你认识字啊？你就到阿哥的身后啊。啊。阿哥给你看一下，给你证实一下，好不好？然后你看一下阿哥啊，这不是一个人来的。我刚才阿哥呢也确实说过二十六了啊。来，你上阿哥身后啊。来呀。你看一下啊。啊。这个，你看这一行一行字的，那都是一个人，这都是我的家人们。是我吗？这里不是我吗？这不镜子一样。你看我刚才不是问了吗？我说有没有说过二十六岁啊？你看他们不都打说过，是不是？是人啊。这里是人啊。哦，这不是啊，跟你说，这一个个的，这都是我的家人们，知道吗？都是和我一块过来的。哎，那他愿意和我们做朋友吗？直播间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啊，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咱们愿不愿意跟这个阿妹哎交个朋友？哎，愿意的话，咱们打个愿意，好不好啊？他们这边啊，就是人呀、啊，都挺热情的啊。都挺热情的，你看，这小心呀、啊，哎，对，这都是送给你的，知道吗？送给我的，哎，对他们呀，哎，都很喜欢你。那我也没看到啊。你这不这红色的吗？这不都很喜欢你？你看阿妹，哎，啊、都愿意跟你交朋友呢。那大家知道我叫什么吗？你叫什么？你刚才你说叫什么？娇娇是不是后边两个字啊？哦，娇娇是女字旁那个娇吗？啊，对呀、啊。直播间的家人们啊，咱们把那个娇娇两个字打出来，好不好？女字旁的是吧？女字旁的娇娇两个字打出来，好不好？打在公屏上，让这个阿妹啊看一下。那、这个我跟你说，他们这个都知道，你啊，这个人呀、啊、也特别好啊、刚才也都有所了解。啊，这是啊。对，女字旁加个乔是吧？啊，还是女字旁加个娇？就这个。哦，就是乔是吧？嗯，你看，你让大家来我们这做客呀。哦，直播间的朋友们啊，这个我现在呢，老弟呢，在这个阿妹的这个老家啊，阿妹这个老家呢，就是在这个中缅边界这一块，现在啊，他们这边呢，马上要有这个一年一度的泼水节啊，对，这都是送给你的，知道吗？一年一度的泼水节啊，然后。你们呀、啊，要是有需要来这玩的 啊，然后可以来到这边，他们这边都很热情的，哎，好呀，好吧，让他们都来我们这做客、啊，好，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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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都愿意给你交朋友，啊，好不好，阿妹？可以呀、啊，这下阿妹，啊，你这下你信了吧？啊，可以呀、啊，阿哥没有骗你吧？我们这边阿哥都不少的。哦，嗯，哎，阿妹，那你刚才你说你这个这里面这么多人，那你家应该也人也不少吧？我啊，我家呀有六口人，六口人呀，我阿爸，阿爸，阿妈，大姐，哦，二姐，哦，大姐，二姐，我还有一个双胞胎的妹妹呢。你还有双胞胎妹妹呀？啊。我的个天哪！哎，阿妹 啊，你这个双胞胎妹妹跟你长得像不像呀？她，啊？双胞胎妹妹肯定很像呀。双胞胎妹妹肯定很像啊。啊，而且啊，她的眼睛啊，啊，是我们寨子里眼睛最大的，比你眼睛还要大呀？对呀。我的个天哪！嗯，哎，直播间的家人们啊，阿妹说这个双胞胎妹妹比她的眼睛还要大，她的眼睛都已经够大了。对呀、那，阿妹，嗯，那你能不能一会儿就是带我和直播间里面我这些家人们朋友们，然后咱们一起看一下，你让你阿妹站在你旁边，然后让我们看一下到底像不像呀，好不好？可以呀。啊。嘿，那阿妹啊，那你太好，那是七口人嘛，那个阿妹，你刚才说你这个
寨子里边，你这个阿妹200多，阿哥40多，三四十，哎，是不是？那你们这个，那都是那。这有没有成家呀？都单着还是怎么着？我刚才不给你看了吗？我这好多家人们都陪着我来的啊。然后呢，我就想问一下，你这都是单着的吗？还是怎么着啊？我没有，我单着啊。单着的。那你愿不愿意？就是我给你搭个桥，咱们这个牵个线，交个朋友啊，啊。好不好？可以呀、可以，又笑了、又笑了。那他们愿意吗？直播间的朋友们，咱们愿不愿意跟这个阿妹交个朋友的啊？愿意的话打个愿意啊！我来问一下这个阿妹，好不好？阿妹啊，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呀？我喜欢个子高一点，大一点。个子高一点，大一点。个子高一点，大一点是什么意思呀？这个子高一点，我看，阿妹啊，你有没有1.65米呀？没有啊。没有啊。1.6米啊。你有1.6米啊，是不是？1.6米，1.6米。直播间的朋友们，咱们都多高啊？然后打到公屏上，老弟问一下这个阿妹啊，喜不喜欢，好不好啊？1.6米，那1.65米的行不行？1.65米大概比你高这么多啊？可以呀、1.65米的可以啊。还有这个成真哥说啊，1.78米的行不行？1.78米可以呀、可以呀、这个杨哥这么高呢？1.9米行不行啊？1.9米、阿哥，你看那边山上。这边山上山怎么了？山上是我们家的橡胶树啊。这都是你们家橡胶树呀。那个子高一点，能来砍橡胶干活呀。这个样子呀。我的个妈，那我明白了啊。阿妹，你是不是想找一个就是那种相濡以沫的呀？什么是相濡以沫？什么？你连相濡以沫也不知道啊？我的个天哪，那我给你解释一下啊。相濡以沫啊，就是你挑水，他砍柴，你洗碗，他做饭，是不是啊？这个就是相濡以沫。知不知道阿妹？阿妹，你刚才你说这个个子高的，我就明白了。你这个，说大的那又是什么意思呀？牙哥啊，大一点会疼人呐、大一点会疼人，大一点会照顾人呐、我跟你说，阿妹，小一点的有些也会疼人照顾人。哎呀，哥，你不知道啊。怎么了？我前年找了一个19岁的。然后啊，他脾气不好啊，经常会砸东西，后来我阿爸就给他赶走了。直播间的朋友们啊，这咱们那个这不多少岁啊？然后这打在公屏上，我也问一下啊，这个，阿妹啊，你那刚才你阿爸做的对，这个直播间呢，和我的有很多人说啊，还有的说就是，那个35的，还有40的，那都可以不？30、40、50。都可以啊。那我这个那个我有个巴拉哥，他说60岁的60多行吗？呀，60，阿哥啊，那我们寨子里还有40多的阿贝呀、60多你不行是吧？那还有40多的，有40多的阿妹。那可以，那可以。对，那可以啊。是的。阿妹，那个你刚才你说那个双胞胎妹妹，他在哪里呀？就到我们家酒楼啊。在你们家酒楼吗？前面就到了。我的个天哪，这是你们家酒楼呀？我的妈，你这还是个大户人家呀？你这还是大户人家啊？我的个天哪，这上面还有字呢。我看一下啊，上面写的什么？澜沧江水门前过。水随人意八方来。我的天哪，这谁写的这么有才呢？这都是二姐写的。都是你二姐写的呀？我二姐写的。
我的个天哪！阿哥，你看那上面的那灯啊，看什么呀？啊，也是我二姐画的。哦，这也是你二姐画的呀？啊，哎呀，这挺好看的哈。啊，嗯，对对对，这家庭这条件确实不错。嗯，哎，阿妹。嗯。我刚才这看了一眼，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怎么跟长得跟榴莲似的呢？啊，是不是榴莲啊？啊，这不是榴莲呀。这怎么这街的到处都是啊？这不是榴莲，这是什么呀？这是菠萝蜜呀。菠萝蜜啊！啊！我的个天哪，菠萝蜜啊！哦，那是菠萝蜜。我说怎么这个？我跟你说，阿妹。阿哥啊，在阿哥老家呀，只是菠萝蜜在水果店，哎，能卖到，那都是一盒一盒的，啊，知道吗？我这今天终于见到成品了啊！啊，我过来怎么了？这哦，我的妈，这酒店就是你家呀？啊，一层、两层、三层、四层，啊，你们这四层楼啊？对呀，我的个天哪，这瞬间不想奋斗了呀！啊。我的个妈呀！二姐啊，哎，这又是谁呀？啊？我老窝山啊，去老窝山。嗯。哦，阿姐你好啊，阿姐你好，我呢，我想去对面这个老窝山呢啊，然后正好遇到这个妹妹了啊，然后对我问一下这个老窝山怎么走的，我也挺喜欢你们这边的风土人情的，所以说我给你妹妹聊会天。上面字都是我二姐写的。哦，这上面字都是你写的呀？啊。我的个天，阿姐，你这我给你点个赞啊！没事，你啊，真的，阿姐，我跟你说，阿姐长得哎又漂亮，又有才华，对呀，哎，这阿姐真是好啊！对呀，里边坐。哦哦，那行，里边坐。啊，哎，你这阿姐长得这是真的挺漂亮的啊！这哎，我怎么闻到一股这是什么味道，这么香啊？在烧饭。啊，二姐煲的鸡汤。哦，煲的鸡汤。哦，哎，阿姐，你这煲的这个鸡汤啊，我刚才闻到了，特别香啊。因为我表妹来了，我三个表妹加我们七个一起吃。哦，七个。你三个表妹来你家了？对，炖了个。这七仙女啊，那不是啊？啊。哎，那个，哎，好，阿姐，我就等你这句话了。好，谢谢你，阿姐啊。啊，好的，好的，阿姐啊，好，那我看我妹妹在不在？哎，好，咱们看一下这个双胞胎妹妹啊，在不在啊？好吧。二姐，你做饭啊。哦，我看看妹妹在不在。哦，好，哎，直播间朋友们啊，你看一下啊，这是他们这个做饭的地方啊，这是他们做饭的地方，我的个天哪，啊，这都是，对呀，空的，这都是啊，都是空的啊。这都没有窗户的，这都是啊，哦。中午在这里吃。好的，阿姐啊。阿姐，我先过去啊。啊，你去家里是吧？啊，我去家里啊。好。啊，我啊，双胞胎妹妹不在家，在傣楼啊，我带你去看一下。我在九楼。啊，不在九楼。哦，我不在这儿。哦，在你们家这那边啊。哦，那行，那我们去看一下。哎，那你这个。双胞胎妹妹，哎，你们家这边不就是马上就是泼水节了，是不是？啊？嗯。你们这泼水节都是怎么过的呀？我也没过，我们那边啊都是过春节。嗯。我们过几天呀，就是泼水节。哦。我双胞胎的妹妹呀，啊，她还要带我们寨子里的人啊去跳舞啊，去领舞。去跳舞。嗯。哦。我天，那你这个双胞胎妹妹这挺厉害的，嗯，啊，她还会跳舞，而且她还是个领舞，对呀，是不是 啊？哦，那挺厉害的。阿哥，那你晚上住哪里？我晚上我这很随意的，我走到哪住到哪，有时候我是睡到车里边。那你可以住我家九楼啊。哦，可以住你家九楼是吧？啊，你家九楼是可以住的。当然啦。我的个天，那你家九楼怎么住的呀？这么多。五百呀？哎，不是啊，哥。那五百有点多呀，你这五十啊？哦，五十呀？啊，这不是你这一回这那个这相差挺大呀，这，这五十，直播间的朋友们啊，这个阿妹说他家一天住才五十啊，这五十有点这太那个了吧？这五十在我们家那边，这跟小旅馆都开不上啊，这五十，直播间的家人们，你们说，
我呢，哎，阿妹，首先啊，我先给你家住下了啊，我一定在你家住下了啊，但是呢，我不能给你转五十，知道吧？因为什么呢？阿哥呢，虽然说，哎，这个是个户外主播啊，但是阿哥呢，也不差这个三瓜两枣。啊，你这个五十呢，我确实有点拿不出手啊。哎，那没事啊。今天遇到你啊，我呢，哎，特别的开心啊，哎，特别的开心。我呢，出来呢，这次出来也主要是出来散心的。啊，你这个遇到你这阿妹呢，哎，你这个阿妹，哎，为人呢又淳朴善良，哎，又好客热情，哎，这个家人们，你们说我什么？我给他转多少啊？你们说的算，好不好啊？我来看一下啊，你这样，阿妹，我也不给你转个五百啊，我也不给你转个五十啊，好不好？嗯，我呢，我想一下啊，我给你转一个，五千，五千有点那个啊，老弟有点可这承受不了，成哥这个真是土豪啊，一万那个，这样吧，嗯，我给你转一个288。哎呀，不用客气呀，好不好？不用，我给你转个288。我会不好意思的。哎，不，没事没事，我跟你说，啊，直播间朋友们，你们说我给整288行不行啊？这个明天，哎，这个还中午还能在他家吃饭啊？我早明天早上啊，我阿爸还会给你煮两个鸡下的蛋呢。哦，明天，明天还有早餐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呗。啊。哦，我的个天，那好，这样为什么给你转288呢？嗯。就是我呢，哎，也希望我直播间的朋友们，还有你，包括你的家人，哎，在新的一年里，啊，身体健康，哎，一路发发发，好不好？啊，那好啊，你就对，你就别再推辞了。那中午让我阿爸给你登记一下。哎，好的，好的，好的。哎，阿妹，嗯，那我还想了解一下，就是，你们这边这么多，就是阿妹啊，你们都出不出去啊？啊？出去呀、啊，都去不去外边、啊？我阿爸说，我们邻居家的那两个姐姐呀、啊，就去了那个什么灰的地方。什么灰的地方啊？什么灰的地方是在哪里呀、啊？啊，就是有很多灰的地方。很多灰的地方。嗯。直播间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啊，这帮老弟啊，就是想一下，这是他说很多灰，哦。阿妹啊，我跟你说啊，那不是很多灰啊，那是安徽，安徽是个省，那是阿哥的老家。啊、哎，阿哥刚才不跟你说了吗？安徽、啊，安徽那是个省。我跟你说啊，安徽呀、啊、是阿哥的老家，阿哥这个老家呀里面有好多好吃的、好喝的，那我也没好玩的，知道吧？吃过啊，我也没吃过。那、哎、我跟你说啊，阿妹，阿哥这个老家。我简单给你介绍一下啊，有啊，有那个淮南的牛肉汤，哎，有宿州的烧鸡，知道吗？还有这个，这个淮北的板面啊，还有这个黄山的哎这个茶叶，知道吧？哎，大哥，我也没去过，我也不知道。啊，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有没有这个安徽的啊？有没有安徽的？有没有主播这个老乡的啊？有的话打个一，好不好？让主播看一下有多少咱们老乡，好不好啊？哎，阿妹啊，那我想问一下，你们这边平时都是吃什么呀？我们吃手抓饭啊。吃手抓饭啊？手抓饭又是什么呀？手抓饭呢，就是那橡胶的叶子啊。橡胶的叶子和米饭啊，坐一起啊，用手抓着吃啊。哦，抓着吃的哦，这个样子，这叫手抓饭啊！我跟你说，阿哥呀，以前啊，也就是在电视上，然后看到过这个，但是也不知道是什么味道，也没吃过。这个手抓饭好不好吃啊？那我二姐不是煲鸡汤吗？啊，中午啊也会给你做手抓饭啊。哦，也会给我做手抓饭是吧？啊、哦、啊，那个。哎，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是哪里的啊？然后打在公屏上，好不好？然后我来问一下这个阿妹啊，愿不愿意去，好不好？啊、哎，这个手抓饭是糯米啊、糯米做的，是吧？嗯。
哦，我的个天哪，那中午阿爸能做吗？二姐做。哦，阿姐做的。啊。哦，那我中午那有口福了啊。啊。啊，好不好？啊。哎，阿妹。嗯。我这边还有一个这个大哥啊。嗯。就说啊，他家是这个四川的。四川那边啊，也挺好，就是他们都经常吃那个火锅呀，特别好吃。那用手抓着吃啊？哎，不是用手抓着吃，阿妹，啊、那个火锅呀，啊、那是很烫的，那只能用筷子、啊、很长的筷子夹，哎，不能用手抓的，知道吗？啊，那我不去。哦，那不去啊？啊、嗯，那阿哥行啊，前面到我们家寨子了，这到你家寨子啊？我的个天哪，这怎么这个建筑好奇特呀！啊，哎，这是我们家老酒楼啊。这是你家老酒楼啊？啊，好多年了。好多年了、嗯、哦。哎，阿妹，嗯，阿哥突然想起来啊、嗯，阿哥啊，去年啊在泰国、啊、旅游的时候、嗯，他们那边就很多这样的建筑、嗯、啊，对，就是和这个差不多的。我们隔壁就是缅甸呀、啊。哦，隔壁就是缅甸呀、啊。啊啊。我的个天哪！嗯，哦，这是你们家老酒楼是吧？嗯，哦，哎，直播间朋友们，你们看一下啊，现在虽然说已经用这个栅栏围起来了啊，但是、啊、也难以遮掩啊以前的这种热闹的场景啊，那种推杯换盏呀、欢声笑语啊这个场景，哎，这个老酒楼啊，哎，这挺那个的啊。哎，阿妹，你干嘛？你跑什么呀？阿妹，我还没跟你聊完呢，阿妹，啊，阿妹，你怎么？你怎么还这个，阿妹，你小心点，你小心点，阿妹。哎哎啊，哎，阿哥啊，怎么了？过来，阿哥啊，我把我邻居家的三个姐妹啊，啊，出来跟你一起交个朋友吧。你哦，三个姐妹，那你注意点，小心点啊！你怎么咱不走正门呢？你怎么啊？阿哥过来啊！这怎么就这么又跑了啊？你这怎么了？我的天，这姑娘这挺调皮的啊啊，调不调皮啊？调皮，咱们打个调皮好不好啊？这怎么？哎，这怎么了？哎呀，哥啊啊！你看，我看到那个长头发的啊，长头发怎么了？就是我邻居家的大姐。哦，大姐呀、啊？哦，大姐啊，哦，我看到了。那个短头发的。哦，短头发怎么了？就是他们家的二姐。哎，那二姐长得挺漂亮的啊。阿哥啊，你有没有看到一个扎红色头巾的？红色头巾，扎红色头巾，你看到你告诉我啊。那红色头巾不是在那喂鸡的吗？那不是？哎呀，啊，那在那喂鸡那个不是那红色头巾？哎、阿哥，快跑！啊，快跑！你怎么了，阿妹？阿妹怎么又跑了？你这，阿妹，你等等我！哎，你怎么这鞋都跑掉了？阿哥，你小心一点。哎、阿妹，你怎么搞的？哎呀，你这阿哥都走了两天了，你不能再跑了。阿哥啊，他阿妈很凶的。你好凶，咱也不能跑呀！你这样，人家以为咱们是小偷呢。哎呀，我呀，经常带他们三姐妹去抓鱼呀、啊，不干农活，他阿妈就和我阿妈吵架的。你哦，那难怪呢，你净带人家玩，你人家这不吵你吗？对不对？阿哥，我到家了。哎呀，这你吓死我！我以为怎么了呢？这是你家呀？嗯。我的个天哪！傣楼啊。哦，这个。我的个天哪，这哎，直播间家人们，你们有没有见到这样的建筑啊？这老弟啊，反正是第一次。嗯。哦，老弟反正第一次见啊。阿哥，你看。嗯。这是我家的鸡。这是你家的鸡呀、啊？我的个天哪、嗯，那鸡怎么长得跟我们那不一样？都黑不溜秋的啊。我都叫它小黑呀。小黑呀。啊、嗯。我的个天哪。哦。哎，这建筑挺独特的啊，这都一根一根木桩支撑起来的啊。哎，阿哥，你上来呀！这上哎，阿妹啊，你这个房子有历史了吧？啊，这个是我爷爷奶奶留下来的，六七十年了。爷爷奶奶留下来六七十年了呀！啊，我的天，那比我这父亲年龄还要大呢。上来啊，上来，我上来。你家有没有人呀、啊？我上去啊。啊，我家现在没有人啊。没有人，那你孤男寡女的，我上去不好吧？啊，没关系，阿哥，你上来呀。直播间的这个朋友们啊，家人们啊，那个，你支不支持老弟上去啊？支持老弟上去，再给老弟点点赞，好不好？没事，啊、阿哥，你上来。老弟上不上去啊？就上不上去？
这老弟也想上去看一下啊，这个他们这边的这个风土人情啊，这个建筑啊，这里面到底长什么样子的，老弟呢也想上去看一下，你们想不想上去看一下啊？想上的话给老弟点点赞好不好啊？想上的话给老弟点点赞好不好啊？我看一下啊，这个咱们给老弟点点赞好不好啊？动一下你们这个发财的小手好不好啊？我看一下这个赞，点到八千我们就上去看一下好不好啊？上去看看，我这个确实，不是啊，关键是什么，知道吗？我这孤男寡女的，我一个人，他家要有人还好，这家没有人，我这上去，但是你们得给老弟打打气儿啊，你们得给老弟打打气，好不好？没关系，阿哥。还有最后一千赞啊，最后一千赞，这辛苦大家了啊，辛苦大家了，那行，那老弟就代劳了，好不好？就代劳了啊。这楼梯啊挺陡的呀，这楼梯这怎么还是空心的啊？那空心的，我的天哪。哦，那行阿哥上去看一下啊。哎呀，这楼梯这晃晃的啊。小心一点。哎呀这什么呀，这墙上都挂的这什么呀，这都是啊。这是我这儿。哦，这都你摘的？嗯，那有电。我的个天哪，这朋友们你们看一下啊。哎呀，这个看一下啊。咱们把赞点到八千好不好，咱们把赞点到八千，然后咱们那个主播呀带大家去他们的屋子里面看一下。主播呢现在心情也很激动的啊，也很激动的。来阿哥。好。那我进去啊。来呀。我可以是吧？可以啊。啊，那好，那我进去看一下啊。我的天哪，哎呀，这就是你家呀？啊啊，对呀。我这头一次见到过这样的。哦，这是做饭的地方啊。哦，这，哎，阿妹呀。啊。你这怎么没有窗户的呀？这个。啊。我们这边都是这样子的。都是这个样子的。这样通风凉快啊。通风。啊。我的个天哪！啊，哎呀，哎，这样看到阿妹了。嗯、啊，这是你邻居家是吧？啊。哦，这应该是厨房。嗯，看外面黑不溜秋的。嗯。哦，这都是这都是这个大山啊。这。对呀。哦，哎，阿妹，啊、你这怎么这床单不拿到外面去晒？外面阳光这么好，你怎么这在屋子里面晒呀？啊。阿哥呀，这也不是床单。这不是床单，这是什么呀？这是幔帐啊。幔帐啊，池边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啊？这个我是第一次听啊。这幔帐是什么意思啊？这幔帐是一格一格的啊。哦，这是幔帐啊。这个是我大姐住的。哦，这大姐住的。这是我大姐今天挺清纯的。哦，这二姐住的。嗯，二姐看起来挺有才华。嗯，这个就是我双胞胎妹妹。哦，这就是你双胞胎妹妹啊！啊，哦，对呀，那哎，干什么，阿哥？哎，不是，我那个，我跟你说，阿妹，啊、不是，我想看一下，不是，也不是说我一个人想看，啊、知道吗？我只是我直播间的这些家人们都也都想看，你知道吗？哎，家人们，你们想不想看啊？想看的话，把老弟这个赞点一下啊！我给这个阿妹商量一下，好不好？给老弟点点赞啊，点点赞，好不好啊？哎呀，阿哥啊，你不能来看的。你怎么不能看，这是什么意思呀？ 啊我就看一眼嘛。不行啊。啊不行。怎么了呀？这我直播间家人们给老弟点点赞啊，给老弟加加油打打气好不好啊？不行啊。这阿妹怎么不行了呀？我就又不是就看一眼又怎么了嘛。你看一眼你就要留下来干一年的农活。看一年就要留下来干一年的农活呀。啊。我的个天，那不看。嗯，那我这直播间的家人们啊，这个我不是啊，关键你这看一下，你说你们倒是那个了，我得留在这做这一年的农活，你这那我我不看了。哎，阿妹啊，你这个这怎么看起来这么喜庆啊？这干嘛的？这是、啊、这是我大姐和大姐夫啊。大姐和大姐夫的啊。哦，我知道了，我明白了。哦、嗯哦，那当时应该挺热闹的啊。哦，对呀。
哎，那你大姐现在在哪里啊？出去啊？出去了。嗯。哦，那明白了啊。嗯。哎，阿妹啊，嗯，你这里边怎么感觉都好热呀？啊？那你出来坐一会儿啊。出来呀、啊？嗯。哦，嗯、哎，那出来那挺好。出来就挺外面挺凉快的啊。啊。啊，阿妹。阿妹啊，你看我直播间呢，就是好多人啊都很喜欢你、啊、也都想了解一下你们这边的这个风土人情、啊、哎啥的。我呢，嗯，我也是特别喜欢你们这个地方、啊、所以说我才到你们这个地方过来 啊然后遇到你呢，我这心情啊特别的就是开心、嗯、哎，你这个姑娘呢又特别的淳朴善良、嗯、哎，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这边啊这么多、啊、你们都不出去打工的吗？我们家的地很多的，我们家的地呀、啊，啊，都是祖祖辈辈留下来的。哦，家里农活干不完，出去打工会被别人笑话的。哦，这个样子的呀。嗯。我的天，那你家有多亩地啊？这么多。八亩地呀、啊？不是，阿哥。这么多呀？八十亩啊。八十亩呀？啊。我的个天哪！哎呀，你这八十亩一年，这。不少赚吧？这个我也不知道，都是我阿爸阿妈管的。哦，都那你这个平时零花钱也都是问你阿爸阿妈要的？我早不跟阿爸阿妈要零花钱了。哦、我九岁出来赚钱了。九岁都可以赚钱了？嗯。这么小啊？嗯。我跟你说，阿哥啊，九岁的时候还在家里面跟小伙伴们和泥巴呢。那你九岁都怎么赚的呀？我呀。啊。平时自己家里活干完了，我就去帮邻居呀、啊哦、干农活，摘豆子啊，砍甘蔗啊，割香蕉啊，他们也会分我工钱的。哦。啊，有时候呀，我还会去山上呀，去采一些山货，哦、拿到镇上去换零花钱。哦，这个样子呀。嗯。我的个天哪！我说呢、嗯、啊，哎，那你这个阿妹，嗯，你山货有时候还能知道这个这个。那你这个对呀、啊，有的时候啊，运气好了还能摘到大货呢。哦，那你这个大货在大货是什么呀？啊，你不知道？我不知道。你没有见过？没有没有没有。那阿哥你来，我带你看一下。嗯嗯，哦，好好好，行行行，行，嗯。阿哥你看，哎，嗯，这个东西我认识啊。这个是个好东西啊。就是我在山上采摘的。哦、啊，这就是我要拿到镇上换我零花钱的。哦，这个、嗯、那个，哎，阿妹啊、嗯，你这个在镇上能换多少？十块呀、啊。十块钱呀、啊。嗯。哎呀，十块钱。嗯。我跟你说，阿妹。啊、嗯。阿哥呀，之前也是做过生意的。啊、嗯。然后赔了几百个。嗯。哎。为什么这次阿哥出来啊、嗯、就是几个月之前我就是我跟家里面也闹点矛盾，闹得不愉快、嗯、阿哥呢就一个人出来了、嗯、哎，阿哥呢遇到你啊今天特别的开心、嗯、哎，你这个阿妹啊阿哥这辈子交定了、嗯、啊你呢不仅淳朴还善良、嗯、而且你刚才你说这个十块钱我阿哥心里面确实有点不对，就是不舒服、嗯、啊你这样你听阿哥嗯这个听阿哥说嗯你这个阿哥给你200块啊你给阿哥包起来 那我送你一个啊送你我不要你送的你我不要你送的阿妹我不要你送啊我不要你送、啊、你就听阿哥的 啊阿哥呢就非常认可你、嗯、啊你阿哥走的时候你给阿哥包起来好不好 啊那好吧你这还有什么大货呀那好吧嗯那阿哥你看这个，这个呀，嗯，这个是什么呀？这是这个呀，啊，也是我在山上挖了很久很久的。哦，挖回来我阿爸都笑眯眯的。哦，这个啊，嗯，哇、哦，我天，这应该也是个好东西啊、嗯。我阿爸说啊，比我都大，比你还大。嗯，我跟你说，阿妹，嗯，这个不仅比你的还大，嗯、而且啊，应该比阿哥的年龄都还大，知道吧？啊，嗯，这个呀，哎、比这个要多一点。就多一点啊，嗯，那是多少啊？40呀，嗯，怎么都这么便宜啊？你、嗯、啊、嗯，阿妹，你应该多出去走一走，知道吧？嗯、我跟你说，阿妹，嗯，什么都不要说了、嗯、啊，阿哥认识你是一种缘分，嗯，哎，你这样两样你都给我包起来，啊、嗯、
阿哥给你包个666。不用阿哥、啊、好不好？不用。那我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说我老弟这做的对不对啊？这个阿妹啊，这个就特别的淳朴，她啥也不知道。哎，你说这个东西在那，你怎么能就换啊10块钱40啊10块的啊？那我等会回来问一下我阿爸。那好吧。哎，阿妹，那你这个是、这个是什么呀？这个。这个。这个是什么呀？阿哥，你不知道。跟蘑菇头似的这个。这个 就是你们公的喝的很好的。公的喝的挺好的、我是男的，你怎么说是公的、对对对，男的。这个我跟你说啊，阿妹，我有个哥们儿 他这个平时爬楼梯啊、一层两层三层啊四层上不去的，哎，那他可不可以整点这个？那喝这个很好的。喝这个很好的啊。哦、那行，那你一会给我泡一杯喝好不好？你呀，阿哥啊，那你们只能喝这个。你怎么能这么小气？那给我就喝这个这么小的啊？阿哥，你不知道 啊？怎么了？喝完这个，哎呀，就是，哎，就是晚上 啊。阿妹，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啊！我这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我这脑袋有点反应，有点慢啊。那行，那给我弄个比这还要小的，我给我喝就行了。那我等会儿给你泡一个。好，哎，阿妹，那我去寨子里啊，看看我妹妹啊有没有在那边跳舞啊。哦，那行，那咱们去看一下好不好？直播间的朋友们，想不想看一下咱们那个双胞胎妹妹跳舞的啊？想看的话，给老弟啊点点赞啊，好不好？老弟啊带大家去看一下好不好啊？哎呀，这楼梯确实是挺陡的，这没见过这样的楼梯啊。哎，阿妹啊，我想那个，我想问一下啊，就是你说你这个阿妹刚就是那个会跳舞啊，我跟你说阿哥呀，以前啊也是这个舞蹈学校的，知道吗？我也学过几年专业的民族舞，你知道吗？哎，你能不能就是你带我去看一下呀？那个晚上呀。哦，他们是晚上跳的是吧？你不是我们寨子里的人，你不能去。不是我，哎，阿妹，你帮一下阿哥好不好？你帮阿哥想想办法。阿哥呢？他就要不然阿哥不白来一趟了吗？是不是啊？那我中午吃饭的时候，我跟我阿爸给你借一身衣服穿啊。哦，借身衣服就穿了你阿爸的衣服就可以过来了，就可以去了，是不是啊？哦，那我明白了。那你给阿爸好好说一下好不好？哎，还有，哎，那个，阿妹啊，你这样，那个，你能不能教我，简单的，就是几个动作，然后呢，我到那啊，要是我就去跳一下，然后人家不会，我怕人家会给我赶走啊，对不对？我这样跳了，人家就不会把我赶走了呀，那就这样跳啊，对不对？这样就这样跳啊，哎，不对呀、啊，这个跳啊，我看你们这个电视上啊，都不是这样子跳的呀。不是这样跳的呀、啊、不是你那电视上很就是跳的都是很好看的，都是那种好多动作的啊。你能不能教我几个动作呀好不好？啊，可以啊。你教我几个动作，然后呢我到那个我也可以去跳一下给你看好不好？直播间的朋友们啊，直播间的朋友们，那个咱们要不要让这个阿妹啊给我们就是简单跳一下他们这边的当地的一个舞蹈啊？可以啊。哦，可以啊。那个咱们啊把这个赞赞啊，然后点一下，把赞赞点一下，点到20000，然后咱们让阿妹给咱们去跳一曲好不好？啊，可以啊。这个但是阿妹你不能跳这么简单的、好不好？咱们看一下这个都是我在电视上看的，那我也形容不上来啊。那你也没有音乐呀、我来想办法，我找一下音乐啊。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帮老弟把赞点一下啊，点到那个20000啊，然后我给阿妹商量一下，然后让她把他们这边那个就是当地的那个舞蹈，然后给咱们跳一下好不好？我也想看啊、然后我也学几个动作好不好啊？谢谢了啊，谢谢了啊。哎，阿妹，你这样
我呢跟这个我这些朋友们啊、嗯、家人们啊，他们对你们这边啊都非常的就是感兴趣啊、嗯、就是你们这边风土人情啊，还有特别是你们这边的舞蹈，嗯，哎，那他我跳了他们不喜欢我，那不是多尴尬呀。他们喜欢你的，他们喜欢你的啊！你看他们这都给我阿哥啊，给阿哥点赞呢，知道吗？啊，对，这现在都这阿哥的这个赞啊，就是都一直在往上点呢，就是说明啊，他们就是一直他们都很喜欢你的。我来找一下音乐，好不好？我先准备一下啊，然后家人们，咱们把这个老弟这个赞啊，再往上点一点，好不好？把这个赞往上点一点啊，感谢啊，动一下你们这个发财的小手啊，然后我来找一下音乐啊，然后我们这个阿妹啊。给咱们来一曲这个他们这个当地的舞蹈啊，然后老弟呢也学一下啊，也学一下，然后又晚上的时候过去啊，咱们也能融入到一块，好不好啊？咱们还剩最后啊，最后2000赞，咱们往上顶一顶，好不好？往上顶一顶，啊，然后要是没点的话，那就说明呢，大家都不想看，想不想看？想看打个想看啊！我来统计一下，看有多少人想看的啊！要是没有人打的话，那让阿妹跳也没意思啊！那不喜欢我就太尴尬了。不是，我跟你说，那你阿妹一会我给你看有多少人打想看的，有多少人点赞的，好不好？嗯啊，阿妹你酝酿一下啊，我来找一下音乐啊。你找啊。嗯，我来找一下啊。你们这边的哦，你们这边的舞蹈，我来找一下音乐啊。我来找一下音乐啊，想看啊、嗯、想看啊，哈哈，好的，这大美女不跳舞也好看，嗯，是的是的啊，嗯，这个美女啊，嗯，我来找一下哦，来找一下，好，哎，好，找到了啊，找到了啊，找到了啊，来，行，那你要不要准备，就不用伞是吧？嗯，啊，不用伞，都是这样子的跳的是吧？嗯啊啊，那行那行，那我们开始好不好？啊，准备一下啊。来，咱们开始了。哎呀，这舞蹈是这个样子的。直播间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啊，没觉得这个阿妹跳得怎么样呢？跳得好的话，给老弟点点赞啊，点点赞，把赞点一点，好不好？赞点的越多，这个阿妹呢跳的就越起劲啊！感谢你们啊！这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就是真人在我面前这跳的这样的舞蹈啊，这以前都是在电视上看的啊，哈哈哈，都是这个样子的是吧？呀，这动作有点复杂呀，啊，阿妹，好好学呀，啊，阿妹，这动作有点复杂，我简单记两个动作吧，行，这个感谢阿妹啊，你这个挺好的啊，那我晚上我就穿上叔叔给我的衣服，嗯，然后我到那呀，我都简单的去跳一下这个，然后人家不会把我赶出来吧？不会呀，啊，不会呀，啊，不会，那就好啊，那阿哥啊，啊，我去喊我阿爸呀，喊你啊，那你中午过来吃饭啊？中午过来吃饭是不是？嗯，啊，那行，嗯，那阿妹啊，我想问一下啊。嗯，这个你们这边啊有没有这个商店呀，或者是就是超市啊啥的，我也不知道你们这边对怎么称呼。小店在那边。哦，小在那边。那行，那我去买点东西好不好？干嘛啊？我去买点东西。嗯，我这第一次上你家呀，啊，我这两手空空的过去那不好。哎呀，没关系，阿哥啊，阿爸阿妈都很热情的。都很热情的啊！你这个不是啊？我跟你说，我，啊，你的阿爸阿妈很热情，嗯，我的爸爸妈妈从小就教育我，啊，就是说，哎，你去人家呀，嗯，不能空手去，知道吗？特别是第一次，哎，你得去，你得去这个拎点东西啥的，要不然不礼貌的，知道吗？人家这，你看你这小伙子怎么这么没礼貌呢？没关系，知道吗？啊，阿哥，我去那个，嗯，我去
对，美女太漂亮哈。是的，我去买点东西啊。然后呢，你呢，就是也给这个直播间的我直播间的这个叔叔阿姨呀、爷爷奶奶呀、哥哥姐姐呀、弟弟妹妹呀，咱们也打个招呼啊，好不好？然后好呀，再见，再见一下，好不好？好啊，再见，欢迎大家再来我们家做客。然后你来阿哥的后边啊，你来阿哥的后面啊。欢迎大家来我们这里做客啊，也祝福大家啊健健康康，开心每一天，欢迎大家来啊。直播间的爷爷奶奶啊，叔叔阿姨啊，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的啊，然后咱们喜不喜欢这个阿妹啊，喜欢这个阿妹啊给主播点点赞啊，然后这个阿妹呢先回去，然后我去找个商店啊，去买点东西去大家啊，然后去那个中午在大家吃个饭，然后晚上呢看能不能就是到那边啊去看一下舞蹈啊，好不好啊？那就先这样啊，那个我先过去啊，我去就来，好不好？好不好？阿妹啊，先再见啊，好吧，这边的朋友们啊，然后我现在呢去这个上面的这个叫他们这边叫小店是吧，然后去买点东西啊，中午去大家吃个饭啊。这个阿妹呢人呀、也挺淳朴，挺善良的啊，咱们第一次上人家不去买点东西确实有点不大好啊。我这个手机呢正好现在呢也快没电了，也有点烫啊，然后就让他休息一会好不好啊，那休息一会啊，然后咱们回下次再见，好不好啊？拜拜拜拜拜拜，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啊，拜拜。